上青龙的风，山根一拉入风啊啊黄铜，眼一目松，天世中风啊太师为尊崇啊，谁人能解及我手黄金红？嘿嘿，上龙宫威极人神，声称天子，也让我三分。你小小一个国将，敢要屈身对抗，真是可笑啊！可笑！你个样啊，文贼！你和啊国穷啊，最终啊如山权志勇啊，虽人不马老严嵩啊，竟作啊胡啊为人非也痛，竟欺也百姓啊和狗啊虫啊，终有日活路穷啊途，请君入瓮啦！老贼呸！此权此势，作威作福，竟欺百姓，妖言惑主。倘有日善恶重头，只无葬身之地啊！你吓吓，呸！你嘅恩难书最难用，我生杀权冲，虽不那红，三书的六部那不那从，令个老娃糊涂，老梦动天，朝遇事又照啊风，信我这生若这梦。龙飞皮脆枪手动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在诸神到来，说你一场狡猾中同了啊，说你一场狡猾大官手哇，红楼金花照龙山，孤儿不得潮三月，长醉我今月西呀。
庆也。今乃朔望之期，夫王亲自临朝，有本上奏，无事推朝，莫阻孤王再寻好梦啊！主上，天下纷乱，我求蠢蠢欲动。啊，请主上勤修德政，切莫萧萧为乱宫花好。主上，顾着国家太平，民康勿暴，我求都并无野心。主上勿受妖言，煽动啊！主上，太师所言有理，东宫国将昏庸年老，言不由衷。中庆家，事开升平无恶浪，无平静没光风啊！太师富国有奇才，国将无须言松动啊！赖我何吗？将西宫娘娘的乱鱼打碎，你都可算罪名严重。主上，虽
是小小督察院徒，乃是朝廷立法之所。太师与娘娘乱闯公堂，境内捣乱，微臣嘛也是故全主上威信，才有替主上请恶情空啊！啊，也罢也罢，念在严世蕃乃是太师之子，也是外美人之弟，轻轻处罚罢了，就将他监禁三年。不过你冒犯太师与娘娘，要罚你一年的官俸啊！主上啊，西凡年少无知，理应宽恕啊！不如咁啦，将判监三年改为三日。喂，系啊，少唔少啲啊？睇在臣妾份上，可以特别通用、啊。主上，严西凡恶迹嚣张，举世皆知。此举万难轻重啊！主上，东路传闻全非事实，老都教子心意又岂用放肆呢？不过主上金口拆开，好啦，咁就将我而判监三日，都算得个地道天公啦、啊三日念在爱妃讲情，就将佢刑期由三年改为三日。我开美人啊，孤王对你都可算恩心意重啦、啊。推朝，推朝，推朝。主上，小奸还可轻情，大奸不能轻重。微臣啊，我身为督察院。今日我要奏嚴嵩啊！你啊，阿丹，我叫督察卑微不量力，知否太师权重。为夜尊重啊，包天大胆的周权臣，我问你的人头有几多跟从？大胆海瑞，主上曾经下旨就松者斩，就松者斩啊！虽知自古忠良不怕死。怕死又气势啊，正啊重啊，微臣做全官各罪五朝门、啊、就算死死生生都无罪空啊，庄严肃穆金銮殿，你居然放肆，罪呀难容啊！啊，气得孤王眼昏花，气得孤王心血啊涌。我不怕雨来，不怕风，头可断时，志不穷。
到本章呈金殿啊，微臣披冠力胆要奏嚴嵩。太岁呀、啊、太岁，你有孝心走来。我自然孝心地走来。你要走啊、嗯、我要走。你要走，我要走。走了走了啊，住上啊。大河啊卷冲啊水令得国家弱啊，民力穷出地而家产也是走啊严嵩。老啊略奸淫立了三里千爱爱重停下来，太师呀、啊，如今海瑞就你苛捐重税纳重三千，可有此事呀、啊？啊，真有此事、啊！真有此事！未有此事！未有此事！未有此事！两分破坏！两分破坏！破坏破坏！两分破坏！还要吗？非常。哇呀、啊、走啦走啦走啦，待我三回走啊将去尽将士人任用，埋官侍郎的李更重换上就第四回，佢轻官着令国父啊去我人平上来，燕太师，如今海瑞再奏你苛捐重税卖官受贿啊，致令国库空虚，你可有其事？主人，我姓宠的正因龙举足能啊，轻重天下贤才为爷我用，我又何须受贿去敛仇？从若算我克扣军粮，打拳来西龙，且看金银白米。满了仓中，阿痴王信口的肉邀功，巧语花言巧无艺空，啊！
他两分锅盔。既然未有其事，就把笨生锅盔。两分锅盔啊，款有吗？锅盔有呢。走了，走了。交谈连一里，逼开泥宫，有八百宗阿爷。为情弟兄，严马生杀的万众力空啊！力空任用私人空低了安空情间尽忠暗涌暗涌第六章为奏讽清上来则太师可有此事啊？主上啊，老夫为你建造朝坛，无非为主上祈福，至于收买民粮，真有空实国府。可恨海江风无理取闹，民计在心啊！主上。海江宫忠谨可嘉，不能赞。不能赞，不能赞，赞手，赞手，赞手。哎呦，赞个啊！海瑞金言还金州，太师啊夜龙更招风啊。无奈赠送这盏有名言，一念念财为方东，以罪免了查了沙殿呢？啊哈！又把臣查了沙殿啊！查了沙殿，是啥？微臣还都分差。上头你还有还有呢微臣那七头泪浓浓无你今痛难以施奉家情浓周松罪恶叫将佢名义帝宠帝乐再第八将奏佢中啊此日行空请上来王允你可有其事？这主上，他奉旨收束黄河，竟然吞没黄河公事，只令黄河提崩，浸死泥工十万啊！主上啊，黄河泛滥为日已久。太师已尽力抢救啦，奈何水势汹涌无法捉堤，此乃天意并非人为。天意，主上啊，不如命太师捐粮一载，赈济灾民便算咯。这个，主上，既是天意，就罚粮一载。嗯，也罢，本章不会。宽宽有吗？啊，
微臣夸耀了。就嚴嵩啊，佢私做皇宮，私做龍袍，多隨從啊！清清清清曬嚟，清曬嚟，快快快！我何来问你？你可有其事？有，哈啊！大胆！我为主上兴建皇宫，无非为主上出巡之用。至于话私通倭寇，因为倭寇欺娼，我与其联络，不过系怀柔手段，免打边关攻占。我知咁样做法啊！不只话无罪，反为系有功啊！有功，既是有功，十道本章不会，十道本章不会吗？太上啊，太上，你哋尸体啊！毫无斤两，你弃晒傻海瑞，烧坏龙骨严嵩，唐飞怎啊抗拒？鸡蛋烹石头，御史为卑微，太师权势重啊，红骨壮，青衣衫。人头埋黄土，我愿领招云棒，赴战海江风，一同官旧念咩遗诗，三尺嘅清风，靠湖断咩送。有真么？十奏嚴嵩判一事，生生死死亦得送阿勇。不由将面哭的苍生，哀乡的黄天连中，下了我的朱砂，民谣有云：家静家静，如今以家空物静。大明
开国以来，苍生百姓从未有今事之苦，但不知主上可知这奇国安在呀？奇国安在？国在主上大人。因何国在国王？我错。有道是知远之过过在知府，知府之过过在道台，道台之过过在暗察，暗察之过过在刀院，刀院之过过在严嵩。那严察之过，则过在主上。啊，主上，你用忠残身，就息时旦，不离朝政，令到权身当道，民不聊生。我十奏嚴嵩判教一事，我使之日由生之年，望主上以后亲临朝政，愿却令神则万民即行，我纵使救不全，也是甘心登阿布关楼。你句句言辞如机密利，声声讥讽似呀东风啊！孤王面目已呀无啊光，立三啊残神啊难方。东我一人，让他退啊去打。人闯进金莲，却是为何？小夫人乃海瑞之妻，上金莲求主上恩赦。呸！罪无可赦。神兴一时，金莲何苦你泪呀融融啊？焉能摇尾的作黑莲，世世生生无惧空啊！有惨片叹，有心言辞，但讲不妨啊！皇帝啊皇帝，你千祈唔好斩我啲啊！如果你要斩嘅，你就斩我呢个短命种啦、啊！皇帝啊皇帝，我啊爹边要中门烈士，如果你就咁斩咗佢啊，真系太冇阴功啦！因为江公本无罪，罪在个老奸雄，见此可怜人。令不为感动啊！你若不斩开罪，后患实无穷。为什么？就松这针已难饶，我恨佢更把君王来欺弄啊！等等。
水，老臣心中不欢不欢。野马啊！孤啊王无奈作啊盲从啊，立斩啊罪臣。哎呀何以心啊，心啊悲动啊！又又刀下了人，何事？主上，我就平乌大将军戚继光派人送来问下，因何乃系严嵩私通倭寇，从啲墨县之内派人边关相送啊？谁打来？今证据确凿，证明你把倭寇私通啊！主上，你睇下嗰啲字迹系唔系老臣所写嘅？我相信咧，有人插庄嫁祸，我既要位极人臣，又使乜发皇帝梦啊？主上，我臣妇忠心一片，许你木凭书信一封。主上。我想嚴嵩在佢府中竟然私制龙袍金冠，早有预谋煽动噶啦！派人前往想真章实据，已经我负累轻重。皇上走来，带领人马前往受啊！皇上，散开啫，散开以谋。主上细看，停下来。参军，孤王待你一千万，因何叛国欲金龙啊？权令立斩老啊权臣，将你啊全家。明主上啊，我又姓王又姓孔，跪在金阶面懵懵。主上今后已曾开，就算我严嵩有罪种，不杀老权臣，望主上你维持信用，望主上维持信用。是啊，哎，孤王亲有言，太将你来放纵，好啦，宽恕你哋死罪，但系打入天牢，挨惨痛，来是神。赐他一金钩，等佢乞食那残羹肉松。主上，打了下去，够啦，金啊，食得好耐啊，就真系。海瑞自何家，应受王重用啊！官封你一问下，主上永受王恩宠啊！王恩宠啊！大明积弱二多年，正是千疮和百孔。微臣当尽力以后，为国为民送为民宠，死累得逃生。感谢天恩重，金石好
结鸳鸯梦，鸳鸯梦。好啊。十奏嚴嵩，刘佳话。炎明海瑞，炎